走上舞台，支持着热情欢呼，庆祝高雄立委候选人黄捷拿下区域立委席次。高雄选战最终局绿营八席全垒打，陈其迈的子弟兵黄捷也成功拿下一席，站在台上少侠谢票。我们做到了，完成这个历史的时刻。那我们，谢谢你不断的告白，这就是高雄人给黄捷的爱。 在高雄第六选区，黄捷临危受命，顶着不能输的压力，PK深耕多年的国民党立委候选人陈美雅成功守住绿地。镜头转到对手阵营，几家欢乐几家愁，陈美雅坦然面对败选结果。我还是会持续的监督政府为民来发声。那选赢的人祝福他，请他一定要 好好的认真的为人民来服务发声哦，不要当成一个橡皮图章哦。高雄立委争霸战蓝营还是没能让绿地变蓝天，绿营固守票仓，成功把险过海。欢迎新闻林威凯、谢爱淳高雄采访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